这首歌在 MV 的执行上，我们就想到希望在事实上呈现出关于所有的沟通必须来自生命的内心的真诚的沟通。所以我们用了很多的，在事实上用了很多的元素，他的唱歌沟通这件事好像内心开出来了一朵花朵，然后变成视觉化。我觉得这一次的造型啊，特别是搭配民族风跟非洲的风情，然后一系列的为他量身打造，那配合他的民族性，然后以及这次的造型搭配的就是豹的一个设计。天的拍摄是我接触拍摄以来最让我开心的，为什么？因为拍摄的每一场每一个东西都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整个过程我觉得是有一点点累，不过我真的很开心。觉得到最后今天特别特别冷，而且前几天我们也工作到特别晚，所有人陪着我一起但是我觉得最后收获一定是最好的。我捧的这个花是因为我们今天结束，但是我还是舍不得，因为我真的特别喜欢花。谢谢所有我们一起辛苦的所有朋友们，每个人都让我很感动，谢谢。